喵喵，你不要凶啊，小可怜呢、啊。干嘛？给你饭咋不吃呢？来，吃饭去，快去。有，你这是？哎呀妈！这是我们客户开车路上捡到的一只猫啊，它是在路中间啊，如果不救它的话，估计就是凶多吉少了。有点胆子小，我估计我们客户救它的时候也没少被它挠啊。我们看它还是比较紧张的，我估计吧，再养个10天左右应该能更能亲一点。哎，你说这个猫怎么会到马路中间的？你们说说看，是吧？太可怜了，现在胆子很小，靠近都不让我靠近。给他一个人搞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豪宅啊，这是一个关阿拉斯加都能关的笼子，给他放在里边。你说你一个人待这么大的地方，舒舒服服的多好，是吧？总比你在外面那样强。那对我凶，不能的凶啊。乖，喵喵，喵喵，啊，好了好了，乖，喵喵，黑猫警长，给它弄了水，弄了粮，目测这个猫应该2个月有了，2个月左右啊，不知道是公的母的，想看看公的母的，它太凶了，现在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这样真的很不错啊，比起山西太原那个。被烫的猫，你是幸福多了，还有人救你啊！性格好一点，然后帮你找个好人家，好不好？啊，还没关啊。